我应该有爬过的，应该就要做个记号，对不对？不然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做过啊？就是爬下去，要做一个简单的标记在这里。哎，那有爬过的，我就把它换成征服过的，换成蓝色的。嗯，这样子表示我征服了。爬过就换色。哎，我又好像找到了一个直接下去的洞窟欸，怎么狂风大作？这里直接下去的，在这边也立一个标注好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我没有这么多布，其实我不应该立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三块布就可以做一个骨盾欸，我的骨盾那么缺乏啊。好了，不管它了啦，直接下来了啦，可能又有一个硬仗要打了。哎咻哎咻哎咻，这里，这里一下来就有一大堆主机欸，就有一堆主机，这里没录用啊。哎，有钱，有铜板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有东西，这个箱子，哇，箱子里面很多布，哇，这个有没有？有，哎，很棒很棒，这里很棒。值得探索，没有来错。哇，这边收集到很多布欸，这里还有布，多收集一点。这个，这是天美画的吗？欸，拿一下。哇，天美被带到天坑了，有可能吗？这个应该是天美画的那个吧？十字架。我看一下地形，这到底是哪里啊？一个不知道是哪里的洞，我们又下来，而且它两边都有欸。我这个门先不打开，我感觉天门有可能在这个后面。欸，走另外一边，好像也没发现什么东西欸。一直往上走，这边就是树洞，又是布欸，里面是不是有光啊？那个光是让我进来的洞穴吗？这个光有没有问题啊？哦，有欸，是石缝欸，哇，那就没事啦，那就没事啦，从这边走出来，那我不要啦，走了，继续往里面走。哎，这里好多钱哦，而且还有行李。等一下，前面有人，我先把这些行李劈开好了。前面有人。我听到诡异的笑声了，在我后面，在我后面。哎呦，走开啦，走开，不要弄了。哇，他们竟然从我后面偷袭我，太无耻了！我一直以为是在前面，想不到是从后面来的，太无耻了！太无耻了！好了，不管他了啦，干掉就好了。而且这边有耶，发胶一罐，天美的脚，不是天美玩具的脚，不是天美的脚，找到了！哎呦，感觉很重要欸，这里过不去了，摊帮了。哇，他们邪恶哦！我在这边把你们烧掉好了，拿一点骨盾回来。看来真的要往这边走了。我真的不知道刚刚那两只是怎么跑出来的。哦咻，哦咻，天美你在哪里？会不会在这里？恐怖哦，恐怖哦，天美我又来找你了。这里的须须好多哦。哎咻哎咻，须须须须，等下前面有一个，这是什么包包哦？不是安全帽。哎，听到诡异的声音了。放轻松一点。欸，前面有，感觉是很诡异的欸。等等，这个嘶嘶声太恐怖了，嘶嘶入耳太恐怖了。我装备一下照明弹好了，丢出去。欸，等下还没开啊，还没开。等等，吓到我，吓到我。哎咻。
来哦，是不是你在那边嘶嘶嘶的？杀！还有人，还有人。我再丢一个照明弹出去好了。装备，哎，等等，没时间丢照明弹了。哇，我的骨盾又少一个了。哦，阿秀，一阵乱砍，一阵乱砍，砍完了。哎，还有人在喘气，我以为死了嘞，你这骗我，你骗我，一阵乱砍，想不到还有人在喘气，太狂了，放下来，点火把他们烧了。再做更多骨盾，哇，这边好多布哦，赶快捡，赶快捡！耶，把装备都穿上去了，又恢复了五格骨盾。哎呦，不错，哦，防御又有了成果，这一格又要下去，又要去哪里？这里又要去哪里啊？前面好像也没有路嘞，这里就是一个湖泊而已。要走水路是不是？这里还有一瓶酒，还有一瓶酒，没东西哦。这个水路过去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木门不会有藏东西吧？感觉有诡异哦。这个木门里面，哦，没事。我砍，掉出一堆心脏而已。我以为那个木门里面有藏东西耶，结果没事。绕了一圈，感觉好像继续往下走，这样就没错了。哦咻，好恐怖哦！哎，等一下，太快了，让我有点措手不及。它是分两段哦，太快滑下去，让我措手不及。来了，紧张刺激，到底了。看一下前面有什么好不好？拿出我的手电筒，我现在有神器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前面有看到什么吗？没有，就满地的骷髅头。哎，没电了，要装电池了。我有，我帮你装一个电池好不好？电池在这里。好，继续装备。哎，大多了，范围大多了。哎呦，这个有一个十字架。欸，十字架，然后呢？还有东西吗？这里是哪里呀？哦，这里有一个人欸。欸，潜水装备。哦，这里有潜水装备欸。所以这里要潜水。欸，可以潜水嘞。那我要装备看看吗？我要潜水看看，呼吸去穿戴，我穿哦。那我要潜水。哦，哎呦，这个这么夸张哦！呼吸去潜水，我游。哎，这个。如果没有潜水器，根本不可能在这边游啊！谁看得清楚啊？哦呦，这里是不是要出来了？即便有潜水器，我觉得都很难在这边游。哦，游出来了！哦呦，我游出来了，游出来了，游出来！怎么有这么多恶心的生物啊？砍死你们！砍死你们！游出来，拿不走了，氧气瓶拿不走了。游到这里干嘛？这里有，一罐一箱苏打水，还有吗？没了，要继续游？不是吧，我已经游很久嘞，还没到哦。你们看，我已经冷成这样了，还要再游哦。哎呀，这
个还活着、哦？你是骗鬼哦？怎么这么强啊？你的生命力这么顽强哦？我在这边先烤个火，再继续潜水好了。想不到还要再潜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到底要继续往哪边游啊？这里海面积还蛮大的哎、欸，它其实可以借由每一个水路之后，所有的地方应该可以串在一起吧？谁知道呢？而且我觉得我走过的地方，好像时间久了是不是就会消失啊？不知道，这是我猜测啊。有潜水装备，感觉还不错。游出来了，游出来了。哦，潜水装备，这里还有更多的那个氧气罐。这个我应该用不到了吧？这边是什么？哎，等等，这个是什么？我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吸，门开嘞！吓毁啦！等等，我用手电筒看一下，什么东西？我开了一个神奇的门欸，这没问题吧？我又湿又冷，欸，前面有好多死人，这里还有帐篷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太神奇了！我这里有一个东西可以看，一本书。哎呦哎呦，我现在太冷了啦，我先烤个火好了。太冷了，先烤火。我现在开了一个未知的大门呢、欸。我个人是觉得很神奇啊。这里还有一个武器，是不是？不是武器，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拿来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异变体，更明显的异变体。哇，新增到生锈斧，拿到一个生锈斧了、欸，好像没什么必要哦。我已经有这么棒的斧头了，现代斧了，要生锈斧干嘛？接着应该要继续的游吧，这里还可以再潜一段呢、欸。那我们要继续的潜哦，应该是这里吧？这里潜过去，还可以再潜一段。地图上是跟着我们这样讲的，那我们就再潜一段。这一段不好潜哦。哦呦哦呦，这一段不好玩哦。噔噔噔。哦呦，好黑好暗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只能跟着一些漂流在岸上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可以往上了。哦，游过来了，有绳索。哎、欸，过来了，这里又是哪里啊？潜过一个未知的领域，我手又在发抖了。瑟瑟发抖，这边有什么？先捡一些骨头起来。我在这边，我到处都应该要放一些火堆，对不对？让我可以起来的时候就烤一个火，这样比较不会冷。不然一直发抖，爬到上面来之后又是一滩水哎、欸，又是一滩水。这真的可以再往前游吗？你们认真的吗？感觉这个水也没有很深呢、啊。这里有一个照片，打一个叉叉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我家那里哦。那个是不是什么手榴？不是手枪碎片呐、啊？手枪碎片。记载在那个叉叉上面。哎，他没有在这。好了，那我不要用了，我要继续游咯。这里应该可以游吧？可以。哦
呦，哦呦，又要游一段了，不知道又要去哪里。这里有，有绳索，绳索新增至背包中。这里竟然有绳索，哎，如果我有潜水装置，那我是不是可以骗那些异形生物，然后到水里面？哎，等一下，这里要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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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游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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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出去！哦哦哦哦哦！爬出来了，爬出来了，从水里面爬出来了。哎呦，鸭子吓到我！哎，出来竟然是在这边！哎，有点扯哦。出来竟然在这里！哎。那好，没事，回家，回家去。对啊，出来竟然在这哎，让我有点惊讶。今天秋风悠闲的在家里吃早餐，随时注意周遭动态。我要不要在这边盖一个瞭望塔？这样子可以随时看着这周边的情况。有事情的时候可以马上上去射死他们，好像不错，做一个瞭望塔。